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我不是讲紧张图啊，就有段片嘅自动驾驶，其实就唔能够话而家讲嘅假咧，其实已经可以肯定噶啦。因為咧，百度客服嗰度咧答咗咧，一陣我會講噶。嗰個唔係假，係遠端控制，即係喺遠端人睇住架車嗱，遠端睇住你架車，如果有咩問題去停咧，嗰、那個咧就唔係造假。但係而家客服答咧就係話佢哋係遠端咧駕駛啊，直情係咁就係假。OK， 咁你話你信唔信佢冇駕駛咧，係另外一件事啦。嗱，講真。以今時今日嘅技術咧，咁我亦都相信大陸係做到無人駕駛嘅，啊，咁但係喂，既然係即係強弱啊馬斯克都未能夠真真正正推出嚟市面嘅時候咧，咁係咪有人想爭分奪秒，即係行船間解纜咧？喺仲有啲即係你問我咧，我就絕對相信無人駕駛一定會成功 ，soon or later 啫，一定得。而且啲人成日話好危險，危險，危咩險啫？屌你老母！嚟而家啲意外全部都啲人亂咁揸車啫嘛，飲大咗啊！屌你老母食咗藥啊！咁你屌你 AI 唔會飲大咗食藥㗎，啊！安全得太多啦！你問我啊，好啦，嗱，我哋睇呢度先，假學歷風波就燒埋去本科啦，即係唔係嗰啲碩士啊？其實早兩日都知啦，細緻唔講，法國咧有大學，法國香港嘅大學，法國咦點解佢收啲海外嘅學生？即係佢揸住啲海外成績啦，咩都好好啊 ，IELTS 之類嗰啲咁嘅成績啦，嚟到香港報考大學，但發覺咦，屌你諗點解佢哋啲水平離譜得滯喎？譬如話啊 ，Can you tell me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哦，睇下你個呢個履歷啊，你係呢個 coming from 呢個浙江嘅，佢戇鳩鳩，哦 ，A B C D 都未識喎。啊 ，What is your name？bus， 哈哈哈哈 ，OK， 屌你老味係，唔會咁極端啊 ！You study in Canada，yeah，Canada，Can 係加拿大啊，係加拿大啊，係啊，yes，yes， 屌你老母拗撚頭啦，係咪？咁啊，於是乎一揭揭爆咧，話原來咧好多呢啲咁嘅學生咧，都係用加拿大安大略省。嘅高中成績即係兜個圈嚟報啊！嗱，其即係嚟報解喎，即係嚟到嚟報。好啦，咁啊喂，咁佢哋點樣啊？嗱，其實咧睇翻咧，嗱呢個好好笑嘅。首先咧，這個加拿大安大略省咧，原來咧喺早兩年啊，早兩年前咧就已經咧係將佢哋嗰個省徽啊轉咗啊，所有嗰啲 certificate 其實應該都轉曬嘅。咁但係佢哋呢班學生咧，提拎出嚟，唔係早兩年添啊，2019、2020年啦，四五年前啦，拎出嚟嗰啲證書咧，喂，有啲係用新標誌，有啲係用舊標誌，好啦，而且咧有啲係新舊應用嚇，咁啊跟喂有啲係有，因為佢哋安大略省咧係英文同法文雙語嘅嚇，屌點解佢哋淨係得英文嘅咧？有啲會填漏咗個名啊！就嗰張由嗰張證書開始就已經引致人懷疑啦。跟住 interview 嘅時候，咦咁撚樣嘅？再查落去咧，原來從來咧大陸有好多啲咩即係中介公司啊，喺大陸宣傳又話乜嘢咩網讀大學啊點點點點點嗱。如果你真係網讀大學係一件事嚟嘅，冇問題嘅係嘛？但係咧你一埋身咁，當然破壞好多服務啦，包括譬如話啊請槍手去客讀代你考 TOEFL 啊。因為我哋講早幾年有一套咩泰國出貓敢死隊嘅，好睇喎，係啊，好睇。喂，嗰條女真係好靚仔，主角又正，嗰個 model， 另外嗰個第二女主角仲靚，眼大大嗰個，哇！屌你呢啲真係冇得頂。OK， 好啦，咁而因為咧，咁啊冇咁戲劇化嘅，但係因為佢唔係好嚴謹啊，咁於是乎你有啲槍手咧，其實香港都有㗎，即係攞住張證 admission form 咁入去考完試，即係代譬如阿馬建言咁。啊！根本都冇去考，有人請，有人即係嗰啲代理同你安排曬。咁佢攞個成績咧，就嚟香港讀大學嗱。咁而家踢出嚟啦，嗱起落去啦。咁其實你話大學係一直知道當睇唔到啊，因為收學生啊嘛。
定係而家因為係大學主動踢出嚟嘅，好似就係、是、定點樣咧？係嘛？我咪等你查落去啦。反而我睇呢間新聞咧，就嗱、啊、你要使咁多錢，又揾中介，又成，點解仲要嚟香港咧？其實你攞得呢咁嘅證書咧，任何地方度讀大學得嘅喎。嗱、啊，即係證明咗香港嘅審批差咯，唔係香港審真係容易甩漏多，同埋咧，佢哋攞住個讀書身份咧，去到澳加美樓咧，我覺得亦都好多流嘅，嗯，好多流嘅。我仔都話：哇，屌嗰啲大陸學同學，屌你唔撚識英文嘅。哦，咁啊係，嚇，係喎，真係。屌你老母唔撚識英文嘅，但係嗰啲咧，佢就係讀完幾年書，即係混個學位翻去啫，係、嘛？我想咪索性買啦佢哋。唔係啊，佢運個學位翻去，唔係咁有啲父母，有啲父母真係俾錢就出去同學收下女咧。想攞埋嗰張身份證。係啊，唔係外國唔係咁容易啊嘛。香港就香港容易啊嘛，你始終橫掂都係買啦。如果唔係啊，嗱你問我，佢如果唔係有心攞你張身份證咧，佢橫掂係運學位，佢不如出邊玩，佢話女啊揸法拉利。嗯，香港。屌你老尾係！咁香港都好多女俾你玩，係嘛？所以咧真係冇得傾嘅啊！講真啦，我會將個責任擺喺邊度咧？啲大學咯，又或者我入境處咯。有邊間大學冇呢啲 case 啊？快啲全部重拾招來，全部要請。屌你老尾係！你咁樣其實唔係我哋個咩咩立場，啲錢我唔係講緊呢啲，係對你哋校譽啊！喂，你出啲咁嘅學生嘅，原來咩質地啊？啊！好啦，我話呢單嘢咧就真係慘啦！人際女童逢針刺故，簡單啲講下，五歲女童阿心月 ，OK， 較早時候冚親個頭，去到人際我哋講過呢單嘢嘅 ，OK， 咁因為要聯針啦，聯幾針咁樣啦，係嘛？咁啊，據講當其時嘅情況啊，就話佢掙扎又呢樣又嗰樣啊，其實我都唔知有幾歲女仔掙扎得幾多。於是乎咧，嗰啲醫護咧就將佢撳低，然後同佢聯針。點樣撳低啊？係個頭向下，跟住佢不斷掙扎。後來就見佢唔喐，護士仲笑稱：咦，唔喐咯喎，乖咗喎。結果擰轉翻嚟咧，已經係休克昏迷。嗱，呢單嘢我哋首先講下而家呢個女仔咩環境。而家呢個女仔咧，仍然係留喺呢個深切治療部，呢個五歲嘅靚妹。情況仍然危殆咁耐咯，係嘛？其實咧，我就絕對唔想講出嗰啲咩救翻嘥藥費，希望有奇蹟啦。基本上咧，已經係個腦部缺咗氧啊。好啦，醫管局出嚟 ，OK， 琴日再次鄭重向病人同埋家屬道歉，話心月嘅基因測試結果係陰性，即係話佢呢個病情並唔係。人際醫院或者佢初時話懷疑阿心月咧係有啲隱藏性嘅其他疾病引致呢一個病。嗯，如果係咁啊，佢呢個冇講到明。如果係咁咧，我唔知啊。嗰日好似係啱啱個 CCTV 又冇撚咗喎。嗯，好撚奇喎、啊。次次都係咁嘅喎。咁撚奇喎、啊！屌你老母，啱啱個 CCTV 冇咗。如果係咁咧，冇隱藏疾病嘅咧。呢、這個有好有可能係有刑事成分嘅，係咪？當局又話之前已經邀請咗急症科同埋兒科專家作出嘅檢視咧，即係檢討啦，即係個報告啦，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啦。即係話嗱，我而家出嚟道歉，嗱，我檢討到最後階段會將會出㗎啦。佢話咧，而家就出嚟鄭重道歉，之後會提醒醫護人員切實執行嘅三項建議。咁其實你睇到呢度就知道嗰日究竟發生乜嘢事啦。嗱，我無意怪責任何醫護，或者我都唔想有任何人要因為咁樣而去負刑事責任，因為我唔覺得啊，我真心唔覺得有人會對一個幾歲嘅細路女草菅人命，有心咁樣去令到佢成為唔知啊，希望唔會啦，成為植物人唔會嘅。嗯。咁但係你唔想嘅，而家係變成咁樣。這個就是話點解我哋對醫護係啊，你哋好多嘢做明嘅，全部所有嘢都明嘅啊，好忙，係真係要俾小心，再小心啲咧。你其實好簡單啫嘛，醫者父母心意思，你將個病人當係你自己啲子女，當係你啲孫，
你不會這樣啦，係嘛？係啊，你話喂唔係喎，可能我唔知啊，二十秒啫嘛，有冇咁兒戲啊？喂，個細路仔唔同啦，或者嗰時掙扎得好勁，係咁咩？同埋你腰部原理最清楚啦。你去判斷噶嘛，係嘛？事實上你將個頭向住呢度，根本都冇可能嘅事啦，係嘛？因為嗱，老實講，如果你側頭咧，你明啊？側頭佢冇咁好亂啊，個針好啦。嗱，深月而家繼續喺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度留醫，情況仍然危殆。行政總裁醫管局啊，阿高拔昇表示，朝頭早已同深月家人會面，亦都講解咗最新情況，亦都代表醫管局作最誠懇嘅道歉。病人家屬早前曾經話目擊女兒縫針嘅時候遭按頭喺枕頭上。記者問阿高拔昇講法係咪屬實，高拔昇就話警方而家從唔同嘅方向調查緊案件。他現階段不會作評論，不過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現階段不能夠排除任何可能性，其實就告訴你聽個事實㗎啦。好啦，醫管局在事後邀請我急症科和兒科專家檢視現行指引可以改進的地方，以進一步提升小朋友和病人安全性。現在的指引其實可能很 OK 㗎啦，你有指引都不跟你寫，係啊，寫得幾好啦，同啦。喂，老實講，其實你不要講醫護。如果我有 common sense， 我同阿正要同個僆仔去，譬如話去聯針或者去滴下紅藥水，我都唔會咁樣。就係咯，係嘛？都唔會用佢咁樣啦。屌，再唔係啊，捉住佢咁樣樣都聯唔到㗎。嗯。啊，好啦，其實簡單啲啊。如果你行多兩步，我唔知醫院會唔會有呢啲嘢，揾個類似嗰啲啊冬甩啊冬甩形狀嘅箍筍啊。即係佢其實個道理就等於我去按摩床，係啊，揼骨啊，你咁按落個頭落去，佢個鼻又唔會掂到，即係掂到，嗰已經係 OK 嘅啦。嗯，再唔係你冇嘅，揾張毛巾啊，卷個圈啊，嗯，你明我意思啊？屌你咪就係諗住快靚正啊嘛，好啦。咁啊，專家提出嘅三項建議包括注意兒童同家屬嘅溝通，受照料情況，屌你曬氣，互相配合，同時加強監測兒童病人，特別係臨床指標。即係老實講。你寫乜都冇用嘅，你唔跟又啊！即係你問我，我即刻諗到，你揾條毛巾整個圈，已經同即係個圈咁大嘅，我 B B 咁樣嘅時候已經又唔同啦。嗯、啊，高拔昇話：專家嘅檢視唔係針對今次嘅事件原因啊，即係希望相關建議提醒可任何醫護人員提升安全系數啫。啊，佢話每個個案，屌你講呢啲，我哋冇講都明啊。而家個傷心月點樣啊？阿心月係嘛？呢個係你個女又點啊？嗯、啊。所以真的要比小心咁小心就咁解咯，好啦，呢兩個都唔為點好講啦，講兩句交代一下啦，即係幾撚戇鳩啊！係十五歲嘅葉子濤係嘛？咁都佢十五歲都算啦，屌佢廿三歲，屌呢條廿三歲真係唔撚掂，即係咁撚戇鳩係嘛？話廿三歲叫咩名啊？唔係，係咪葉子濤都廿三歲啊？唔係喎，睇下先啦。十五歲、十五歲青年，嗱就係講緊咩咧？十八歲有十被告伊志維，唔係啊，十五歲嘅男學生就未開名，同埋冷氣技工嘅葉子濤廿三歲，就係邊個咧？葉子濤嘅揸機，十五歲嗰個男生就去破壞呢個黃家駒嘅墓碑，喂，光頭卜啊，就係、是、我係光頭卜啊，嗰條撚樣，佢話啊十五歲男學生咧喺橫額期間喺兒童行。院良行為良好，顯示咧有適當嘅教導嘅話咧，係可以教得好嘅。而廿三歲嘅冷氣技工咧，葉子濤咧就本性溫和，受人影響犯案。其實呢、這個啊，我唔知啊，呢、這個葉子濤咧，如果廿三歲咧，我覺得係咪真係要同佢去檢測下，佢係咪有啲輕度弱智定點樣啊？嗱，其實呢單嘢咧，呢兩條友咧係戇鳩嘅。理由我哋亦都未至於大奸大惡嘅，即係問心嗰句。但係廿三歲喎、啊。係咪先？你咁撚戇鳩，我真係要去 check 佢喎、啊、好啦，咁啊，判刑前控方原本咧就申請要求兩名被告賠償9000元，辯方咧就交代廿三歲嘅冷氣技工葉子濤咧願意坐完監出嚟之後咧，即係刑滿之後咧就賠償一半金額、啊。OK， 咁啊，法官就話：喂，法庭難以喺刑期都唔定嘅情況下下令賠償，因為點解刑期唔定咧？現在判他們是入這個更新中心，15歲是光頭幫，
同埋呢個勞教中心，咁呢啲咧都係要睇個進步俾佢出嚟嘅。所以就係而家咧個官就話：喂，好難下令賠償噶啦，叫事主即係可能係家區屋企人啦，你哋自己盡民事索償啦。咁辯方早前求情話，15歲被告患有過度活躍症、自閉症、強迫症，喺學校唔受歡迎。2年前在網上認識流馬車，流馬車行到今天網友又很有責任的，我跟大家說、okay? 就開始拍片，而網民的反應中心就以為自己受歡迎，為了博取掌聲滿足網民之意，做越激他其實並不憎恨黃家駒的、okay? 至於這個被告第二被告葉子滔就不是主導者，但是蘇官認為呢，喂屌你這個真是蘇慧德啊，你又不去退出又不阻止，所以罪責和15歲的被告相約，這樣說一個入更生，葉子滔入勞教中心。好，休息。